的本有的智，昧迷的时候啊，光明朗悟的时候，如果是这个三河大地防浪无雨，太阳所能照得到的，比如不迷的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障碍了，那就叫迷了，迷了就有障碍了，不迷了呢没有障碍。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本体的本有的智慧光明迷失掉了，怎么迷的呢？现在大乘起信论讲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就是不觉不觉生了三系相，叫业相、转相、现相。三系相这个最初生的起来，还是离到本觉还不太远，还是在一心之内，那个本觉心一心之内，感到一起分别，要想觉，不觉要想觉，这是不是觉？就是分别，这分别就出了，就生了六相，依着外边的缘。外边的客观的现实，一边外边的缘，生了六相，那叫境界微缘长六出。外边的境界啊，就是你这个越分别越出，智相、相续相、自取相、记名字相、起业相，一造业业把你束缚住了，叫业系苦相。这九相啊，要想再恢复非常困难，无量劫，无量劫还得闻法，从不觉升到十觉，本觉而不觉了，不觉了，渐渐闻法又想恢复自己的本来具足的，那叫十觉。十觉开始想求觉悟，但是这要建立在什么上的呢？建立你的信心上的，信心上的，这叫开始不觉十觉，十觉完了又到相似觉，有了信心了，信心了，完了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依着佛的教导行菩萨道。佛他是从不觉已经觉悟，他达到究竟觉了。学佛的人就开始从实觉，实觉达到相似的明白，相似印得自己真心了，晓得自己离开这个妄，还有个真。妄可离，真可得，相似的明白，明白相似，明白自己的心了。从相似觉到分正觉，相似觉三十个位置啊，不是一下得到的。分正觉就登地的菩萨了，一份一份的达到究竟觉，这样子才能达到光明照耀，与空相合，你的自光跟空相合，这个空呢是那本具足的实相，实相要这样做，这叫正因佛性。
正因佛性是本具的，完了你从你相似知道了解了神叫佛像，以这个升起的这个了因的佛像来照照你的真如本具的本体，你产生这种智慧，于是这种智慧就成了般若德了。你般若智慧完了就证得解脱德了，解脱德就成你法身，就是三德：般若德、解脱德、法身德。懂得这种道理，逐渐逐渐的成佛。所以说，空与日光合合，有十种含义。日光跟空是一个吗？是两个？不是一个，也不是两个。日光不是空，空也不是日光，那就相离了。没有日光，显不出空。没有空，也不能显着日光的没有障碍。这个两个，日光与空不是相即，相即是一个不可以，也不是相离，离也不可以。是日光住在空中吗？空是住在日光中呢？非坐。如果没有日光，你不知道前头是空的，是不空。有了日光，明白了前头有障碍物，你走不过去了。这是假光明知道的。说没有日光，你不知道，你是往前走，走不通。这个要你意会，经常要是自己呀，思维想，就是生死。跟涅槃是一个是一回事儿，是两回事儿啊。生死即涅槃，它涅槃不是生死啊，涅槃是不生死啊。这含义啊，它是用那个世间相显法的道理，目的呢是让你明白法，不是了解世间相。因为我们对世间相不了解，第三种，日光，它能给你破难，破除黑难，给你做这么一个增上缘，那日光就是破难的一个好因缘。灯也入室，月光也入室，自己这是举起子举日。但是你在那个破难的时候得空啊，空中才行啊。说你到山洞里头去不空了，山洞里把那日光隔住了，那你破不到难了。这空是重要的。空是重要的。但是破难，日光的破难显着空里显空，所以没这空也没增加什么，不因日光能照着了空就增加了，日光照不到的空也没什么消损，它也没消损，对他无所谓。就像我们的真理呀，一真法界的离体，你迷了他也一点不减少，说你悟了他也一点不增加。现在我们是迷，等我们开悟了，
说成了究竟成佛了。那个一真法界理性啊，也没因为成佛增加一点，没有，因为也不因为我们这个迷了它就损减了，也没有，无增无减，它永远如是。虚空吧，虚空也如是啊，但是有日光那不起，没有日光那就起来了，虽然是空的你不敢走，没得日光，你怕走掉到奶底下去，或者撞到建筑物上，这你不知道。你这个自己说着咱们自己的本心啊，不因为虚空，虚空是形容词啊，不因为虚空，不因为虚空的空，你就能出虚，从这黑难，办不到的，空不能使你出黑难的。说你要想除难，一定得假日光，假光明，你才除难。除了难了，你才知道是空。这是用啊四法来显示我们本具的理法。我们在理体上本来是没有什么贪嗔痴啊，这个什么烦恼的。也没什么贪嗔痴可断，也没什么戒定慧可修，本身是它本身的体是空的，没有什么一物可以存在的，存在了就是不空了，就不空了。除难必假日光，含义说我们现在是在迷中，虽然你本具的佛性啊也不能够显现，必须假佛的教导，假三宝的缘处成呢，你才能把你这个烦恼习气啊才能断，断了时候你的自性的离体才能显现。这都是用比喻形容词了，这个本来是火神，火就有这么多的含义，把它说到归到法上去，这些火神都是将近于成佛的大菩萨了，它是四现的，你光明也来利益众生的。有种解释，这黑难的难性，光明的光明性，是两个是一个，你说两个，那你光明来了，它黑难的难性还照样存在着呢，你除不了难。如果是一个，光明是光明，黑难是黑难，怎么理解呢？是空，要没有日光的照，难它不会除掉的。没有光照那不会出这样的，没有空太阳的功能是显不出来的，这个难性跟空性，难性也是没有来也没有去，啊，说太阳光一照，那你就走了；太阳光照不着了，那又来了，那就有去来之相了。有去来之相，那不成立。没有。那日的体相呢？就是太阳的体相呢？它也是